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丹。今天的影片有一些特别，是我去参观凤飞飞故居以及她的纪念馆。那这两个影片的话呢，是拍摄于去年的9月以及今年的1月。如果没有去过这两个地方的朋友，可以跟随我的影片一起去看一下咯。这里啊。哦，好，你先找地方停车吧。真的哈，没想到就是我们常常来逛的这个老街，然后，对，然后凤飞飞的这个故居就在这一边。啊，这边有一个简介的一个牌子。这是应一位网友朋友说想让我来拍一下大溪这边凤飞飞的故居，所以说我就今天过来看一下。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过来，这条老街来过有100次了，然后真的不知道说凤飞飞的那个故居在这里。凤飞飞1953年出生于台湾桃园县大溪镇，在台湾、东南亚和中国大陆都有着极高的知名度。他用非凡的歌艺和绝佳的风范，把时代、土地和歌迷结合得如此紧密。凤飞飞精彩绝伦的电视节目和舞台魅力，是无数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回忆。谢谢，拜拜。大哥要下梯子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你看那个，就像你看这个电表上面的装饰，好好玩哈。这个叫迷宫像，草甸尾迷宫像。这样绕过去吗？年少时的凤飞飞就生活在这个淳朴的小巷当中，这是他阿公留下来的一幢土气的小房子。到了，看这边，这就是著名影星这样的一个故居了。之前让我拍那位网友，你有看到吗？这里就是凤飞飞的故居，里面现在好像也有人在住。它的灯是亮着的，然后在这里有一个关于凤飞飞的介绍。嗯，现在大门锁起来的，然后应该是还有人居住，因为里面的灯是亮的，那我们也就不方便去打扰了。凤飞飞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了，小小一间，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巷子里。好，那今天的行程就到这里吧。应该还有人住哈，你看里面灯亮着呢。嗯，嘿，不太好吧。就这一间呢，它这儿应该是一个小二层的一个房子，一个小透天，这样有一个小院子，然后这是后面。就是这样的一个二层楼的一个透天。1980年凤飞飞结婚嫁去香港，2012年1月3日在香港九龙区因病去世，享年58岁。在他的一生当中，留给我们很多值得回忆的经典歌曲。我们来过几百次这个什么，都没来到这儿哈。这是凤飞飞小时候的一些照片，剪影的一幅画。可是我看那个有人贴照片是。纪念馆大一间。对，我在这边查到，就是说有个凤飞飞纪念馆，然后但是呢，在上面大概又写了说，好像是因为说疫情，然后就暂时还没有开放。我们等一下去看看吧。要是实在就是没找到，我们的今天这个凤飞飞的这趟之旅就到这儿结束了，好吧？好的。好的。Many
many months later. 凤飞飞故事馆于1月2日在桃园大溪开幕。今天11点，差不多了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请问里面可以拍吗？可以。哦，谢谢。可以。谢谢。来，哎，麻烦要换鞋，这双拖鞋。你好，欢迎参观。多少？我还换鞋啊？你咋不换鞋呢？我还要换鞋。疫情期间哈。请问要放哪里呢？下面，下面就好了哈。好。凤姐得过多少奖呢？那这面墙上呢，就是介绍了凤姐凤飞飞从1971年的第一首歌到她离世，每一年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纪要。墙上的这几张照片就是凤姐在大溪的一些生活照片。78张唱片封面。他那个时候还是磁带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哦，黑胶吗？哦，这边也有。这，然后是哪边？只有这边吗？对。哦，谢谢。我比较有印象的是这种造型，有个人模仿他都是这样的造型哈。哎，模仿他那个人也长得很像哈。一开始他没有戴帽子，就是人物特色的哈打造的，一开始就这种了，是不是？凤飞飞的这个凤之友联谊会成立日是他30岁的生日。哦，他还有证件哈。歌迷那时候他们有。这种是证件。凤友会。嗯。谢谢。就我们有这个抽奖，然后抽到了这个关于凤飞飞的一个口罩，纪念口罩。刚才的工作人员介绍，好，这两幅就是海报，是歌迷搜集之后然后捐赠出来的。好，这个是电影的海报，然后这个是歌林之星的一个海报。这一些日式建筑呢是日据时代就存在的，然后呢它对面的话这边是警察局，对，这一间是警察局，那么这边的话就是这个警察局的分局长他的一个宿舍，现在呢改建成这个我们凤飞飞故事馆。我绕一圈大家看一下，这样这边还有一口井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建筑。因为门口是台阶设计，所以说这边的话呢是专门给这个坐轮椅的朋友来这个搭乘的，这是一个轮椅的升降机，坐轮椅的朋友可以从这边进。